疫症无情，人间有爱。加拿大中文电台一班的主持和 DJ 特别录制了一首励志歌曲《齐心会更美》，为到勇敢抗疫的医护人员和疫区的市民呢打气，送上我们的祝福的。也都希望你都可以热情参与全国性的一次活动了，《齐心会更美》全国的筹款日2月22日，希望大家踊跃到网上捐款。多谢你们的支持。